时候就想着。太乙，咱们这是成功了。这座伟物本就是大业已成的明证，你方才的疑问还是改为陈述比较合适。咱就是想帮当姐再确认一下嘛，我看她憋了很久呢。嗯，你自己忍不住就算了，没必要拿我当借口。伟物啊，虽说外形有些不够品味，但单论实用性，他的确值得换来几声劫后余生的喟叹。但愿如此。利托说，这种时候就别再说些苦大仇深的话了。从今天起，欧夏再不必担心影子的侵染，郎秋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无论如何，咱们都没有让明海和白羽的悲剧重演，别说喟叹，流芳百一世也不为过吧。在知晓了在场诸位的本质后，却依然执着地认为我等所行之事可称大义，你的欺瞒倒是已入化境。瞧你说的。白叔叔，如果你有什么话还是直接说出来比较好。师父，抱歉。怎么是琥珀街？咱刚刚不是还在和当姐对峙吗？对啊，之前师父突然出现，然后也许白棋认为各位还债的时间已经到了。看来在这百年间，你还做了许多连我也不知道的有违师命的事。你可别空口无人清白啊，咱顶多是被你吓到了而已。反正在别人背后突然讲话的坏习惯，决意你得改改。不过既然师父出手，那小瑟拉和瑟利姆之前突然不见踪影也就都说得通了。嗯，的确是他将瑟拉佩姆和瑟利姆带回，并终止了大家与灯的战斗。那徐梦者他们呢？不会被师父请回欧夏了吧？的确如此，对于这里的异变，他们本就无能为力。那还真是可惜啊，没能看见咱认真起来的风姿，他们简直亏大了。无论如何，在白吉的干预下，名义上的七术如今已全数汇聚于琥珀街。此般结果虽然喜人，过程却实在难称文雅。特别是对某只被我暂时解开禁锢的狗而言，当然从我的角度看，这背后只有一种可能，白吉急了。哎呀，那么大一团影球，就算是真正的神明见了也得着急。但绝大多数的狼丘人并不着急。难道决一觉得他们应该暴作一团痛哭不止，让这球球再大上几分？至少也不该像现在这样仅仅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决意，咱们是谁啊？领导咱们的又是谁啊？再过一会儿恐怕他连谈资都做不成。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咱还真有点好奇大家现在的状态。现在还来得及吗？白吉为我们预留了一些自由活动时间，如果你想逛街请自便。哎，不行不行，
一个人逛也太没意思了。走啦，咱们还是学老样子，搭个伴呗。战士们，展现你的力量吧，将天上的影子逐出狼丘。这种台词好多怪叔都用过，一点新意也没有。松雀姐姐，你能再表演一下那个吗？就是你在危急时常说的那句，狼丘坏坏。我必须纠正一下，那是环环，不是坏坏。既然大家这么想听，咱来一句也没什么。不过光看还不行，你们可得把这句牢记于心，若是往后有谁问起，都得大声告诉他们，这可是欺瞒之术，松雀大师的口诀。好。不错，很有精神。那咱要来啦，狼丘环环，应其听之，急急如律令。雀姨，你好歹发个光意思意思吧。松雀大师，松雀大师，笔电最近有新推出了一款面，您愿意赏脸试试吗？这次不会又有什么最低消费吧？这次免费，绝不会多记您一笔账，只需要您在吃完饭后和我合一张影就好，然后把这张合影贴在墙上，下附欺瞒之术最常吃的面。啊，对对，哎呀，不对，我就是想记录一下食客们露出满意笑容的瞬间而已。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多拍几张吧，如果能把墙贴满就更好了。哎呦，只贴墙也太浪费了，如果您不介意，请务必让我把与您的合影印在本店的宣传单上。妙手。做生意这块还是老板你更胜一筹啊。哎呦，帕斯塔这拍照技术真差，咱都快吃不下了才拍好。哎呀，哎呀，啊，是松雀大师，我刚好有一个想让您帮着琢磨的事呢。这孩子平时一见咱就紧绷小脸，生怕咱忽悠他，这会儿反而热络了起来，真是稀奇。好说好说，你问吧。您能不能替我向那位仅凭一人之力便使灯的名号长燃不息的姐姐带个话，就说您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信实钟表行合作，推出一款带有灯组织特色的复古款式的表。这是我头脑一热想到的方案，如果您觉得冒犯也可以拒绝。拒绝什么呀，这种好事儿咱可没有拒绝的道理，而且你瞧，七叔这会儿都在，顺势推出七叔联名款手表说不定会更合适呢。啊，事先说好啊，既然是咱给你们店提供了财路，欺瞒的那一款你可一定要做得别致些，最好能让人一眼爱上，一代不脱。我会努力。咱上次这么受欢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了。就算是借了师傅的东风，狐假虎威，能在这种时候重新体验一回，哼，倒也不亏。